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蛋蛋，以前要忧伤你就过来了不？你要不想忧伤你就不来喽。让我擦一下好不好？肯定有手机支架。花都花在上面，还肯定有手机支架。哎呀，这些设备啊，大大小小，小小大大，一块钱一斤吧，现在。你要吃人家的，大伯来，紫皮卖钱。你会挨打的。我买了几种不同的支架。你说这是大大小小的设备，得花多少钱？这个是短的，一个是长的。老头现在是干这不行，干那不行。哦，有个这么矮的，有个这么高的。吃饭第一名嘛。但是你要这样说小表弟，他又不服气了。哦，这么高，原来这个。很大。那么问题来了。好了。我这个是这样子吗？那话筒架呢？对呀、啊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是是我这个是不是话筒架？可以。好。这个寄回家了啊。对吧？对吧？哦。那我这个怎么？不行。哦。在这里。还是不行，不能乱来。老是拿老头家的东西寄回去不好。你几百块钱，你能值得多少钱？哎呦，这还有两个。投资在你们身上的还少啊，我可以拿你的用啊，你就不能扣我工资吗？那肯定要扣工资。嗯，那不扣工资就不行了。这个是放二楼他们练习用的，这个藏在二楼。二楼这个是麦克风的，因为二楼那一套机器，他们那个麦克风没有这样的。我用那个了。嗯，我把那个用了。哪个？现在我又用不习惯那个带线的了。就你以前那个啊，这是话筒的。嗯，你想多了。手，那个是后期用的。后期就是那一步步来。我说你楼上那个，这个是打碟用的，唱歌可以用那个。这个就直接给它架到那个二楼那里，二楼那里可以。这个。你就不用拿这个出来，你看上这个就做这个跟这个做移动式的，三楼也好，二楼也大，这个是固定在二楼了吧？嗯，那个是固定的，因为是没有底座的。嗯。哎，这个还是可以的，大伙又有手机卖。哎，这设备小小的，你别看它不值钱。啊，它左通一下，右通一下。近几百个就这样了，心痛。这个就贵了不？这个我不跟你开玩笑哦，这个是真贵。而且这个你还买不到，九块九吗？九块九你都买不到，有钱你都买不到这个。对。这啥东西？哦。保险贵，本来还有力气的，给他搞个保险柜。哎，那你两个都捏着。讲这么多有意思吗？老马还不上手，昨天摘的。昨天买的。嗯。贵味了。嗯。可惜。老妈，我看那个眼睛。这个放冰箱可能更爽一点。可惜我妈还不能吃这个上火了。丈母娘那里可以搞一半。找个袋子搞一半给丈母娘。谁啊？对，九哥还说给我寄两条的，完了。
九哥叫我给他拍拍广告了。啊，太忙了，忙了，忘了，忘了，九哥不要骂我。啊，这个袋子多大吗？够了，呀呀，我怎么擦？这个袋子该怎么用？这谁寄来的？嗯，帅帅啊。哦。嗯，我们家帅帅啊。嗯。伦伦。难怪那么重是吧？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拿一下这个啊，给我拿下去。嗯，小薇薇这个时候在干嘛？啊，说着拆支架，拆着拆着又吃起来。嗯嗯，再吃一个。哎，你下去是吗？拿老大也要冲一下呗。要，拿这个给你妈，拿下去吧，我去搞卫生去了。我都不晓得小表弟在那边搞卫生。啊来来来，相信你爸呀，灰灰。那个就等着一起吃，这里还有一箱呢啊，大伯他们在这里吃的。好甜啊！然后这个你放下面活动的，这个上三楼的，这个。加工是不是？来他。这个是三楼的，你就放在那个。金豆金柑鸡哟。这个我真想帮你，这小可爱吗？这个呢？那个是一块钱的，这个放冰箱。这个给大伯卖纸皮用。大伯每天可以收点纸皮卖。垃圾就分类。啊，又搞了一堆设备，零零散散的一堆设备回来，那个，我们直播用的，拍摄也可以用，拍视频也可以用，直播也可以用的这些架子，每样都在尝试，每个地方都是都够老那种买的那种不好的那些用用用就坏掉了，所以干脆一咬牙，买这种19.9的，以前是19.9，现在要19.9。怎么可能？好啦，希望啊，所有人啊，我买的这些东西呢，给他们都有用，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，能够给他们带来好运啊！也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迎大运。好了，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上三楼去干活去了，拜拜。